主席黄市长，还有各位长官，大家，我们呢不答应常常来这边啊打扰各位长官，因为我们素未谋夺，都是我们职位的时候一个基础的整理。啊，各位长官啊，因为你们都是专家学者，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啊，唯一啊，我们也是前几天才知道有这一个会，不然我们完全都不知道。第一个，我说明如下。本期在107年7月29日杜委会通过832，按保留注一注二注三商业区及部分采光区。然后在106年啊，经过26次的听证会及辩论会，这是政府、政文站市长以及交通部所组织的，闽南地所组织，这是一个有公信力的会议，在106年维持了103年7月29日的案，但是很遗憾。很遗憾的就是在107年，因为当时的住户少数人因为受怂恿，然后并恐吓其他居民，有的人80几岁都搬走不敢住，然后叫联署，要求送到台中分署，然后提案将整个案大翻转。我不知道我们的政府在整个啊这个计划里面，106人的里长备忘录都签了一个会议，为什么会3、4个人一个的签名，整个把整个案都把它推完掉？这里面就涉及的，就是因为有人炒麒麟地跟啊刀股，所以才化为产1、产2、产3、产专区。因为没有化的话，它道路无法征收。因为啊，我相信各位长官知道，大官视线过，设计的道路只要政府仰慕，属于啊继承道路。如果今天啊政府不配合这样的话，他这一个他买了麒麟地以后，全部啊要卡在这边，而买麒麟地的是在我们啊这个社区没有，当时没有化为征收，因为他买了以后，透过比例代表，然后啊向省那个杜委会施压，把我们列入啊航空城的计划区，这我很清楚，当时啊在朱立伦现场的时候都跟我们说明了，没关系，画下去，我们为了啊地方不方便都可以。但是他们把我们都划为保留区，所以在103年的时候，杜委会通过我们啊属于注意注二注三商业区以及部分的产专区。那么在机场上班这些人能够与国家共荣，因为我们都是从台北下来的，桃勤啊一些货运站的员工都居住在那边，现在已经下来都退休了。我请问长官，今天啊为了图利啊少数人啊。购买麒麟地啊，把我们全部啊迁出去，我们还要拿钱来啊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情何以堪？我们都60几岁，甚至有80几岁，所以当时啊，林教授很断然的把我们保留啊，现地保留，注一注二注三。今天我们不要求什么，希望今天的会议能让我们安心，不要让人民啊70、80岁再来走上街头来抗争。到时候啊，所有的法律责任由政府来负担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说明。那我们请下一位许。